我是哥哥，本宫今天来到了空中花园，听说今天要进行有关白色情人节的事情，本宫就很好奇白色情人节到底关本宫什么事，本宫还需要讨别人欢心吗？别人要来讨我欢心吧。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城中常有美人胚，情人料理舍命陪，哪怕他的心是一块冰，我也会用真心去暖。白色情人节料理大赛，青瓷。Hello， 我是格格。今天情人节特别企划，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通灵系呆萌女神陈雨谦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陈雨谦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今天情人节，我们要为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料理 PK 大赛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好。今天荷包蛋我很拿手，哎，这是唯一会做的料理。我想请你们赛前信心喊话，呛虾一下。我荷包蛋很拿手，所以我荷包蛋很有自信。你要小心一点啊！那雨谦呢？我会赢你的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听不到。很有自信哎。我会赢你的。好。简单扼要。好，现在锅热，你觉得锅热之后可以再加入油了？锅热。热。那微微真的那么手举控啊？锅又怎么热啊？等一下，有食材都可以从我们食材上面拿。好像热了，有。很紧张，现在配对杯都不知道谁在干嘛。第一次看到越多越听不到，边倒哪些？挑战单手打蛋。可以，我可以，你想打可以拼的啦，是要单手，我要单手。等一下，可是这个油这样子怎么弄啊？还没笑。哦，小心，很不错哎。哎，喂，看我，冲了啦，哥哥。不能浪费。等一下，好。我会把这烧起来。他们好像不是，它掉嘞。怎么有烧焦味的感觉？哎，要翻了。翻面去煎哦。一挥手。没有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全熟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好漂亮，好漂亮哦。哎，好漂亮，金黄色。等一下，格格可以吗？你有点自信好不好？你完全是被添加。我哪有？等一下，你有没有闻到香味？很香哎。七分熟啊。没有办法，格格只做全熟蛋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撒盐，对，用爱撒盐。真的，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来宾？你们现在才第一集，才第一集，黑化格格，对啊，不黑格格。哎，才第一集，你们就这样子对我？撒盐，还是你要加其他的也可以。盐巴，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加一点爱的元素，分不清。加一点你觉得爱的元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是爱心的，爱的元素。快点，你赶快看，我是爱，你看没有人要理我，大家只要只关注他。等一下，雨谦拿西瓜是怎样？爱的元素，我以为要偷吃东西。爱的元素，哦，他自己爱的元素。撒盐，10秒哦，10秒钟哦。哎，我会高登撒盐法。盐在这。7、6、5、4、3、再一点啊。2、1。
干嘛摆盘、啊？双手举起来，双手举起来，双手掉地上。好了，好，完成。哥哥人生还没有做过炒饭，第一次炒饭就献给你，就献给雨谦了。哎，听起来好像有点哑巴，哑巴，是真的。对啊，我跟你拼了！好，这真的好像用尽全力的才行。好，吵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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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不要打起来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准备开始哦。爆香的食材，爆香怎么爆？看你怎么爆。考验两位对爆香的定义是什么？爆香，好，不是香，很香。谢谢。哦，开始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有这种声音？为什么？我的火嘞！感觉比较有样子。为什么雨谦？我的火嘞！哦，好香，欸、好香，它都有了啦。可以帮我征婚了，你哥哥很可怜，还要现在坐那里。味道哎，好香哦，是谁的很香？好像是诗雅的。我的没味道啊。闻不到味道吗？他在爆了，哎，他在爆了，他在爆了，他在爆了，爆香，哇！是不是烧焦了？等一下。烧焦不是炒一炒就好，就把火先关小一点好了。好了，就可以加入你们爱。等一下，雨谦那边好像有点。没事。OK。虚惊一场。虚惊一场。来，我们这个步骤限时20秒，好不好？20秒，把你们爱加进去。先吃看看啊，先吃看看。哦，我的爱。甜吗？甜吗？不甜。有炼乳，沾一下，炼乳的滋味，炼乳好美啊！好，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炒饭哦。拌面。来了，翻起来，翻滚吧，女孩。我会。翻锅了。我会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拖到自己哦。等一下，加好，我们可以开始翻锅。你看这画面其实蛮漂亮的。等一下，让它一起掉。等一下锅子里面会不会跟没东西？嗯。现在也会翻锅吗？可以把它放在上面加热。加一点黑胡椒。我们等一下进入最后的阶段喽，调味完之后。哎、欸，这个好了。谁又开始吃了？啊！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来一点情人节的元素。巧克力啊！情人节的元素好不好？直接加了。小好奇，雨谦的情人节就会加什么元素呢？等一下，那个巧克力，有种要屠杀母后的感觉。对啊，情人节元素，而且这里等下经纪人来先吃。哎，好香啊、喔！很香、欸！有吗？我怎么闻到一个陈料的味道？我会不会激发出一个新的料理啊？其实真的，现场也都是那个巧克力的味道，好香啊！草莓很准的，可以。那个脸是怎么了？雨谦那个是怎么了？相当满意呀、啊！怎么了吗？是要赶快起锅了。我的快烧焦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好了，可以。我的视觉受到冲击。有点像墨鱼炖饭哦。我先关起来哦。好了，就可以起锅喽。好了。Thank you.
我们为了这次的情人节大赛，特别从国外邀请到了知名的厨师高登。高登师傅，大家好，我是高登师傅。高登大厨，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三道关卡，是高登大厨人生的关卡。是我人生的关卡。Yes, that's right。好像有点吓到我，口音都不见了。等一下，已经忘记怎么演了。那個、忘记怎么演了。我忘记怎么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大厨。哦，你就是大厨。OK。尊重 ，respect。不然我就先吃看起来比较漂亮的这一盘。我们有特别福利哦。什么福利？因为是情人节大赛嘛，所以是我们喂你吃。啊，对你不错吧？哎，好像有点开始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口音不见了，太害羞了。你吃蛋黄吗？我吃蛋黄。哦，好，我还包括蛋白。我好，我都吃，我都吃。你喜欢重一点口味吗？都吃，都吃，都给他，都给他。我要一口吃完吗？还是？还是不要吧。不要吧，真的。看你多爱他，看你多爱。对啊。帮你推一推。推，帮你推一推。其实，算还算不错。口音，等一下、啊，你从国外来的，我是格格，你知道格格怎么样了？格格是古代的公主 ，princess。Yes, princess. You know, you know. I know. 那感觉 princess 不太会做菜，因为都是别人煮的。好，好，我们先吃看看，我们先吃看看，我们这个是爱心形状。有感受到你对情人节的用心。那你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想吃哪一部分？你都混成这样了，我还能吃哪一部分吗？你刚刚吃那么大口，你不能你不吃。我好，我也吃，我也吃。你吃我那么小口，说不过去。我跟你讲，我对大家都是 send love。对啊 ，send love。你对他的爱有多少就吃多少。对啊。好啦，吃啊！你这里塌到我喉咙了。怎么样？我人生的第一颗蛋，太久了，好吧？为什么我蛋是甜的、啊？玉子烧啊？对啊。你是玉子烧还是荷包蛋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节目故意把我在我面前放糖，我就把它加进去了。所以你连去试一下味道，你都没有试，你就直接加。口音，口音，大厨，口音，口音，你的口音，口音，口音。所以你呢，基本的 test 都没有 test， 不是，我相信你就直接吃。我相信大家，你相信大家，结果就变成这样。你知道，因为你是哥哥，所以很多人想陷害你。哦，对，不能这么笨。我知道了。其实蛋，心理的分数。其实蛋的话，我觉得。今天算是雨前赢。可以。我有点看不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雨前味炒饭。锅巴西瓜。锅巴西瓜。没，从来没有听过，相当可怕。哎、欸，新料理，台湾最新流行的。OK OK。我有试吃。你有试吃，然后你又丢回去。哎、欸，我会不会被网友杀掉？对你高登必须死。吃辣吗？吃辣，只不过不要太辣。好的。不要太辣，你还放？哎、欸，给他一眼西瓜，那是灵魂。好，给他一点。你啊，我想吃饭，人想配西瓜。不要嚼，放。不要嚼，放。OK。好。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高登对雨仙比较温柔哎、欸。啊，谢谢。给他，给他。我吃蒸面，你吃。哦，我吃干面，你吃干面 ，OK， 没问题啊。其实饭也没有说特别难吃。哦，我先吃看，我先吃看哥哥的好了，比较一下，比较一下。巧克力炒饭，巧克力夏威夷炒饭，里面有凤梨。这个是我的爱，所以你要吃。是普渡的米糕吧？结在一起是怎样？上面那是青椒还是辣椒？我请你解释一下，等一下。
这个东西，这是辣椒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我不是，我很爱吃辣。哎，雨谦喜欢吃西瓜就可以加西瓜，我喜欢吃辣、okay. 不能加辣椒，所以这都是你喜欢的元素哦。对啊，所以这也是跟雨谦一样 full of love 吗？ Yes， 都是 love。OK OK， 我所以你要吃满满的。你知道格格都是在喂皇上的。你看，女儿喂爸爸也太奇怪了吧？乱讲话，你可能卧病在床。对，爸爸卧病在床。对，我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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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是皇上。那哥哥老公叫什么？驸马，驸马，马爷，驸马爷，驸马爷。好好，我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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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驸马爷，快点。你有吃饭吗？我没有吃饭。要吃一点？我不想要。可以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觉得如何？你觉得自己叫好吃？如果你在情人节硬要选一盘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吃。因为雨谦的老实的讲、其实口味没有那么刺激，因为是太辣。哦、对，你喜欢那种纯纯的爱。哎，喜欢。制作人懂哦，制作人懂哦，就是喜欢那种比较清纯的、清纯的 love。对，所以我会把今天的初审赢家颁给玉泉。要不要发表一下得奖感言？被高登厨师选中，谢谢高登大厨。没关系，你未来要练习的路还非常长，可以回家再好好学怎么做一个炒饭。好啊，今天很开心可以跟雨谦一起做料理。其实我们刚刚那个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讨论我们以后要一起创业，要做什么？就是餐厅。对，我们两个一起开餐厅。确定不会倒？是投资的还是？我们刚刚觉得我们就是蛮理念蛮合的。对，什么的理念？请问对于食物的理念？对，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加进一个不搭嘎的餐点里面嘛。所以我们以后应该要一起开餐厅，到时候再邀请高登来， okay, okay, okay. 好不好？好，我再帮你推荐一下，对，前菜推荐就是要有所突破， okay. 相当有道理，相当有道理，要有格局，格局，要有眼界，对 ，OK， 好，相当期待你们以后的餐厅，谢谢，谢谢高登，谢谢。今天是 Hello， 我是格格的第一集，我们做了白色情人节的特别企划，很高兴邀请到雨谦来陪我一起下厨。虽然我是料理新手，但还好有雨谦的陪伴，让我没那么紧张。很开心能认识呆萌女神雨谦，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。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乐，爱你们哟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，不要忘记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然后也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哦。Hello， 我是哥哥，我们下次见。就是蛋，其实就是蛋啊，就是淡淡的哀伤。太为难你了，没有。加个汤匙。我接着。等一下，我这里卡在我喉咙了。今年算是玉泉硬了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蛋的形状。我们做料理不要那么多花俏的东西。莫忘初衷。莫忘初衷。我知道。好，魔王出众。魔王出众，对，魔王出众。这是我的爱，所以你要吃五度的米糕吧？结在一起是怎样？上面那是青椒还是辣椒？我只能请你解释一下，专业人士才听得懂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大家都有放花椰菜？因为绿色的。到底有没有熟？这才重点。有吧？你吃吃看。脆的，熟了？没有熟啦，熟了。我觉得，等等，那我也公平起见，我也吃鱼签的。那个比较好。
比较熟，我有焖它，还有焖它，而且花椰菜是甜的，还不错。哎，那你再吃吃看这个，因为就是比较黑的。对，你吃这个，还是太贵。我怀疑你是演的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我想吃这个，很正常啊。这是两道菜里面最 OK 的部分。这是后来放的。没差啊，赶快吃掉啊！可以吧？等一下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吃。等一下，好好吃、哦。你等一下一定会开始觉得很辣，然后开始无法讲话，不能主持。好好吃哦，这一百分算。我们今天是在竞争哦，太有爱了。算。爆香可以，你们不要把这边爆掉就好，不要拿拔那个什么爆香，好像好多水果、哦。我们是健康料理，爆香 ，OK。爆香，我有洗手，好，你有洗手。等一下，那桌子不是干净的吗？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风格。爆香，我觉得蒜头多一点，因为蒜头比较香，要爆香。所以你们喜欢什么都加进去。那我辣椒蛮喜欢。呛辣哥哥，朝天椒风格的，朝天椒哥哥，草莓不是的，玉米，那我加点火腿，好，我就这样子，爆香哦，可以的话就可以开始爆咯，你们选好食材的话，思雅好像真的懂什么是爆香哦，对啊，废话，就让它香一点就好，好，哇，开始了。为什么雨谦的感觉比较有样子？为什么雨谦有？等一下，是啊，怎么比都输啊？他连开火都有问题。确定火开了吗？开了。喜欢就加的哦。那是他的心意。那是他的心意。喜欢哦，喜欢，我喜欢辣椒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喜欢西瓜。西瓜加了啦，加了啦，加了啦，西瓜。情人节限定料理，加了啦。西瓜炒饭，今天没有极限了。加了啦，还花椰菜健康。哇、哦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凤梨椰果。旺旺来啊！夏威夷凤露炒饭，嗯、加一点。可以。来一点西瓜。来了。麻辣要不要？炒饭加一点麻辣也不错啊。雨谦的料理从刚刚到现在看起来都很正常，自从我看到那片西瓜之后，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妙。满满的爱，就是包含要满满的爱。是不是有点焦的味道了？是不是烧焦了、啊？等一下，烧焦不是炒一炒就好了，就把火先关小一点好了。好了，就可以加入你们爱的料理。等一下，雨谦那边好像有点没事。好 ，OK， 虚惊一场。虚惊一场。虚惊一场。